执行主席龚汉峰先生，有请美国总商会美东执行主席及美国纽约同乡会会长李汉前会长，有请美国宾州费城潮州会馆城乡会长敬礼见士们。President of Chiltau Association of Philadelphia, 陈乡会长。有请美国德州潮州会馆王国灿理事和曾清秀抗力。那首先我们把我们的会长先请回来好吗？因为呢，我们送这个旗的时候呢，是会长来接的。好，继续。有请美国纽英伦潮州同乡会林全峰会长抗议。Newland Chiltau Association of America 林全峰会长 and Chiltau Association of Houston, Texas 黄国林理事，美国德州潮州会馆王国林理事，还有Chiltau Association of Silicon Valley。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魁省潮州会馆张伟文会长暨李见士们，还有呢孟成联华协会会长苏史生会长，有请肖史生会长暨李见士们。接下来有请渥太华潮州会馆陈明之会长暨李见士们，还有请Chiltau Association Calgary 黄兆仁会长，也有请亚省安明顿潮州同乡会赖美玲会长 Chiltau Association of Hamilton 赖美玲会长。另外呢，我们刚刚呢也有就是渥太华潮州会馆的庄国民庄国民玉会长，还有陈美凤民玉会长，请你们也一起上来，谢谢。首先呢，我们就会有一个换旗的仪式。放了旗以后呢，就会有一个合照。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就有来个大合照。For the photo session, 请各位嘉宾向前走一步。前面那边可以，我们听听摄影师怎么说。请过来这边，这边还有位置。你比呢？啊，够。可以将请回到台的左边吗？ Can we have some one or two?VIPs to the stage left. So we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thank you all of our VIP guests who came here especially for this 40th anniversary dinner gala and many
presenters arrived a day or 2 days before just for the ceremony. Thank you so much. Heartfelt thanks to all of you who came here and thank you.尊敬的安省潮州会馆黄一川会长，各位贵宾，各位侨界先进领袖，各位乡亲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我非常高兴受邀参加贵位40周年庆第24届理事会的就职典礼。我非常荣幸，我代表美国潮商总会向贵会第24届理事会领导团队，这以及贵会所有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安省潮州会馆成立至今一直以来，秉承团结、乡亲、服务社会为宗旨，搭建在家潮人交流平台，关心和支持潮人事业发展，传承发扬潮人精神和优秀文化，热心开展公益慈善活动，促进社区繁荣稳定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加拿大安省享有很高的声誉与地位。经历40代辉煌，40代风华正茂，我们相信，在黄一川会长24届领导团队的带领下，定能继往开来，开界进取，
取得更大的成果。再次向加拿大安省潮州会馆40周年庆典保设热烈的祝贺，期待加拿大潮州会馆与美国潮商总会今后加深沟通与交流，广阔团结，潮人向前，为弘扬潮人优良传统，为促进美加两地潮人的凝聚力，为促进全球潮人事业发展而共同努力。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加拿大、美国相遇永固，繁荣昌盛。敬祝在座的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谢谢大家。王会长，有位球团首长
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我是黄雄龙，来自加州新泽西侨州会馆秘书长，我和我们的常务副会长林志如女士一起来到，非常高兴来到安省侨州会馆参加今晚贵会的40周年的会庆，即第二十四届的理事会的就是典礼。贵会，我们仅代表新泽西侨州会馆全体理事会同仁，尽向贵会敬礼，热烈的祝贺，崇高的敬意。贵会建成立40周年，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对侨社贡献很多，造就到社会的繁荣，我们非常高兴。最后祝大会圆满成功，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王秘书长。然后呢，我们过了我们美国的兄弟会以后呢，我们再请我们加拿大的兄弟会，有请魁省侨州会馆张伟龙会长。尊敬的王立川会长，尊敬的李氏先生，尊敬的应氏先生，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我在这里会非常荣幸的代表加拿大魁北克省侨州会馆来这里庆祝安省侨州会馆第二十四届联欢晚会第40周年，祝贺你们的联欢晚会开得成功，祝贺贵会在王立川会长的带领下恢复蒸蒸日上，祝贺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大家。谢谢张会长。接下来我们有蒙城简华协会苏喜春会长不在，会长说会长就不支持了，祝我们40周年晚会快乐。好，那接下来有渥太华的代表，渥太华侨州会馆陈明志会长。尊敬的王会长，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在这愉快的晚上，我祝贺安省侨州会馆今晚的晚会呢取得圆满的成功，谢谢各位。好，接下来我们呢有我们西后的亚省的卡加利的会长王会长，我们支持。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乡亲，大家晚上好，我是卡城潮州同乡会王昭仁会长。一牛九来庆祝我们40周年第二十四届理事就这欢迎晚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在这里祝我们的潮州安省会馆的会务蒸蒸日上，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进步，谢谢。好，谢谢王会长。最后呢，我们有请潮州 Association of Amateur 赖美玲会长，亚省爱民顿潮州会馆。尊敬的安省侨州会馆，尊敬的行业总会长，尊敬的来宾，大家问节好。今天真荣幸能够大家一起参加40周年
入世界就只多点多点耐。啊，好，多谢我能祝贺，热烈祝贺。啊，红色地球回光，我们成功，事事顺利，大家平安。Thank you so much from our brother and sister associations for the cross of North America. 好，那我们再就请大家围坐，好吗？谢谢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